朋友们，你们说女人用不用赚钱？我认为啊，女人比自己赚钱。女人有钱和没钱真不一样。钱这个东西说来俗气，可没有钱还心里没底。一定要学会自己赚钱，会赚钱女人更加独立。能舍得买贵的东西，不是到处寻找在哪里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有钱的女人有安全感，她可以理智选择另一半。没钱的女人心里难安，总想找个男人有钱。这世上最毒的情话，其实就是那句我要叫鸡犬。没钱的女人没这厨房转，有钱的女人提升自己，没钱的女人愁着三餐。有钱的女人到自信，不会遇到事情就抱怨，不逆来顺受，不伸手要钱，不把男人脸色看。人有钱和没钱真的不一样，但是这钱啊必须是自己赚来的。女人不只要会花钱，更要会赚钱。祝愿天下所有女人的兜里啊都有钱，心里啊有光，活得亮堂堂。生活轻松惬意，没钱的女人依靠男人，男人不赚钱她就着急。有钱的女人和男人家里地位都是并肩的，没钱的女人都小心翼翼，生怕惹男人生气。赚钱的时候虽然很累，但是你要明白有钱真好。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，别人是舍得